赛的时候呢，小朋友呢还是一样绑手绑脚，因为我们跟新元国中，其实在前三年的时候，我们遇到新元没有一次是赢过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所谓的过程当中，小朋友还是想要赢。那我是跟他讲说，难得来到屏东打球，回到自己家乡打球，回到自己家打球，搞不好十年、二十年也不会有这一次屏东把手串的比赛。其实我还是回归到说，小朋友从一年级到三年级，从所谓没有信心变成有信心，那真的是完全归功于我们是一个大家庭。那我跟他们提到，当选手就是要认份，做什么就要像什么。接下来未来的所谓的路程，也就是你们的企图心跟你们的持之以恒，相信未来的舞台会有更大的发挥。